对，你到底要跟我跟他分手？现在台湾的警察希望你快点死，这唯独我梁爽是唯一的例外。我中枪的位置没有伤到内脏，连主要的神经线都没有伤到。哎，这个机会连千分之一都没有吧？你该不会觉得他是好人吧？相信我。 这个人没有这么简单的，无所畏惧才有正义。壹电视综合台，真的撼动。